全车内饰采用领航员灰加象牙白搭配，前排整个仪表、中控、门板都做了真皮加桃木件的包覆，升级桃木方向盘，手感温润，主副驾座椅也做了真皮包覆，中排多功能航空座椅，物理按键，操作起来简洁方便，地板采用大理石地板，干净整洁，打理起来也更加方便。三排可放平的沙发床，放倒可形成两米多的大床，也可以形成四人对坐模式。顶棚麂皮绒包覆，12宫格顶灯，氛围感满满。这样的豪华商务车你爱了吗？